Hello， 大家好，咁啊，继续翻到嚟玩冒险起源。好，咁啊，上次讲到呢个火箭兵团嘅，打呢个火箭兵团，咁啊，自动行过去啦。咁啊，都系冇咩点改变嘅个阵容。不过上次就少咗只沙奈朵，咪比较难打。依家有沙奈朵，应该好打啲噶啦。OK， 好 ，OK。咁啊，睇下咩重先啊，嚟第一只系。好，系波音福嘅，咁样嘅话波音福，哎呀，我冇换重喎，系嘛？唔紧要，你麻痹粉啦，冇打死我，空气切割 ，OK， 冇问题，顶得住啊。跟住我哋咧就换只未回血咩？哦，咁我都要走啦，但系应该冇回到血噶，喂。佢輕咗喺度，走咗之後就好啦。我發現咧，呢度好似中我筆啊！係啊，中我筆咧就係咧一個好白痴嘅筆，因為咧我頭先走啊嘛，跟住咧佢咧唔識行翻去後面咧，跟住仲呢度咧個火箭兵頂住咗，係啦，你見到佢黐埋咗一嚿，咁之後咧佢就唔會觸發我走啊，咁所以我呢度係要輸出去，係啦，要死出去，冇錯啦。咁我睇下点样可以打得赢啦，试下。好，我哋都尽量试下打啦呢度。其实动眼冇乜问题嘅，我谂。咁样嘅话，我哋换只比加超啦。好，麻痹了，哎 good 啊，跟住用电球就死啦，可以。好，一击杀。好，睇下有冇得灭团啊，灭佢团。毒气伤毒气丸啊！电磁波照旧。好，螺旋球，哇，好痛啊！好似都唔系都 OK。哎，啱啱好207多一点啊，血量嘅，睇下冇机会啦。好，老鼠仔啊，咁啊照旧电磁波啦。哎，未命中，唔系话哦，死得咁铺，转只。再落天寒龙先鬼念，跟住就用飞欧，好，跟住就用泡沫光线，哇，都好痛喎、啊，黐线，诶、欸，都有啲机会啊，吸收特袭我有，好，赢到啦，应该，我以追击，冇事冇事，顶得顺。哇！搞错呢度打唔死，鬼念都系好。呢只就有啲难搞喎。我冇光线啦，定身法进入了残废状态系咩？乌泥攻击，哦死咗啦！紧要啊，我哋用今次就用比加超啦，定咩咧？比加超啊，就接用电球啦，杀咗佢，好波，得两只啫。阿帕怪，阿帕怪，我哋先电磁波先，好 ，OK， 冇咗能量储存，我又用嗰啲储存嗰啲技。唉，傻仔，搞掂啦，咁就揸只，最后一只我哋即刻麻痹，即刻电球啦，唔使麻痹啦。阿伯怪都系 ，OK， 即刻电球啦。差晒啦，争几远？如果我用麻痹咗之后就可以打100几，但如果冇用麻痹就得70几，你争几远？能量储存，吔屎啊，阿伯怪，打死佢！哇！你而家成日都打唔死最后一下，系咪专登噶？专登打唔死噶，次次都系差唔多死嘅时候就扣，明显地扣个伤噶喎！我打人，我火术队迅速出嚟，系啊，就系呢个位棘住咗我。好，跟住我哋又搞掂啦。诶，岩铁喺度啦，做得好，我的腰也好了，好，我哋上翻去啦。好，
咁我换咗个模拟器，希望唔会弹啦，系啦。咁如果真系冇弹嘅话咧，咁可能系模拟器问题啦。咁但系如果都有弹嘅话，咁就系只 game 嘅 game 嘅系统做得唔好啦。我哋29呢啦已经，睇下先。个体值哦，冇特别嘅个体值，唔使理啦。洗练唔使洗啦 ，OK。攻略弹 OK， 我哋先去咗回血先啦。唔回血嘅话，我唔得掂嘅。喂，唔系话，顶阻住我。哇，好难打咁样我。俾我收留到又唔喺度，逃跑。我要飞翻去前面嗰阵先啦，唯有吉近视。冇弹机系嘛？冇弹机就得啦。咦，好似冇事啊！入埋喺呢度就知得唔得嘅。通常呢一度就即刻弹嘅啦。嗱，咁啊真系只 game 整得唔好啦呢度，而家又弹咗出嚟啦。好，继续啦，我哋我而家打呢一个嘅剧情，好就系、是、呢个 PC 前嘅嚟啦。我大把赢啦呢度，应该轻松嘅我谂。好，一嚟就系呢个臭嚟，哇，有啲惊惊地喎咁样。嗯，等下先。呢度我谂超能力应该唔死嘅，直接走一走先。等我升下咧先去。依家29，我而家呢系26，唔系好着数。我谂我升到29应该够佢打嘅。29应该够打，我觉得777咯。诶，佢升品就升唔到啦。进化亦都冇得进化，技能方面都冇得搞，好你嚟啊，试下啦。好，试下一嚟用开个冥想先啦，都系，因为唔开应该打唔死嘅真系。哦，冥想，冇啊，冇垃圾射击啊，泥巴炸 OK， 点啊？呢个即刻打爆佢，如果再唔打我会死嘅，系啦。阿伯怪，继续啦！哎呀，打唔死呢只，咬碎啫，好在冇事冇事，顶得顺啊！抽抽嚟，我哋继续点你啦，争60几，57，哦，哎，未死，靓波，加一，好难其实，抽抽嚟加一。即系蓝色加一，真系有啲难度啊！哦，仲有边个啊？呢个啊？哦 ，OK， 又系毒系啦。其实呢个都黑住沙奈岛麻烦，一下冥想就打唔死，两下就一定打死，但系就惊俾佢打死翻，都几危险。泥巴炸 OK 冇问题，我哋贪心啲，希望唔好垃圾射击啦。哇，好在啫，好在我开咗两下冥想。好啦，老鼠吸收，我第一鬼念，再吸收啦，特集啦，都几快只老鼠，咩料子啊？好，呢只应该都打死啦，哇，好，搞掂啦。好，做啲咩啊？蓝丝，蓝丝应该比较难打噶。我谂如果啲组合啊，啲宠物一定嘅实力嘅话，都有啲难搞。诶，呢只都冇问题啊，应该打我唔死嘅一下。啊，应该打唔死啊！哇，剧毒，直招咯咁就。我唔紧要，我哋打死先，即刻。即刻打死佢之后就，同埋佢呢个点解系剧毒嘅？唔系中毒咩？毒牙，我记得系中毒咋，唔会系剧毒噶。哇，咁都争两滴，有冇可能啊？黐线啊！认真，我哋出去比加超啦。电光石火，
真系我都唔知讲咩好，争我少少真系，真系争我少少。哎呀，开错技，应该麻痹咗先。瑜伽姿势加攻哦，二次波先。哎，唔中，头锤麻痹。哇，又唔中，唔系哇，佢一拍拍咗咁多嘅，黐线噶。换一换先，换只落河童先。我哋要麻痹咗之后再用电球。哇，黐线，这咩料子啊？好，我哋吸佢啦。哇，拗到啊！幻象光线，黐线嘅。69。哇，我进入混乱。有冇咁易啊？有咁易中嘅咩呢啲？哇，好难打喎，真系，顶我真系估唔到，一嚟就要中咗剧毒，有冇可能真系？三只，又系老鼠，死啦两步，二波，麻痹佢，麻痹，麻痹，哎，好波。打死佢！诶 ，OK， 打到一半都好。哦，死啦！阴公，跟住我出埋火猴啦。灯眼阴速拳，灯眼先啦。麻痹了，佢啦，打爆佢！哇，冇升呢只马火猴真系大镬啦！唯有将佢烧伤啦，哎，好波，烧伤到黎巴炸弹 ，OK， 咁我哋猛屈就屈佢火啦，屈佢火，烧死佢，冇事，顶得住啊，降低命仲唔紧要，继续用火推死佢，138，真难搞，佢用黎巴炸弹 OK 喎，如果用幸福弹咪打赢咯。天使之吻，好波，准备挖死佢，啱啊，打自己就啱啦，打自己就啱啦，炸娇，一巴炸啦，唉，轻松啦，超级特盾，你仲打赢我，生蛋了 ，O U 手段呢啲系最强嘅，乌泥攻击，吓，你打赢我魔。OK， 跟住我哋就用生蛋继续，继续生，继续生，继续生，泥巴炸弹，好十几血，天使之吻打自己啊！我又掉泥，个命仲唔紧要，冇问题嘅，生蛋，屈死佢啦！体验一下呢个 OU 仔嘅实力啦，都系靓波，打自己再加烧伤，阿伯怪有啲难搞，先用咗炸娇先，哦屈死佢先，哇未中未命中，有冇搞错？可以仿效、啊，能量储存哦、啊，佢系咩啊？吞下回血嗰招啊，猛屈死佢啦唯有。仿效，哇咬好痛！仿效咬佢，哇靓啊！跟住我哋仿效吞效去用，咁所以我就冇用啦，因为我就冇储存能量，所以冇吞下嘅。哎啱啊，打自己，哇真系都唔知要打几耐，大佬，再整多招炸娇先，70，哇降防又未命中，有冇搞错啊？哇！有冇一下我100，我减咗四攻、啊，你咪搞错咗啲咩啊，老细？黐线噶，减六级攻仲可以打我100，有冇搞错啊？你睇下，减到好似冇减咁咩？虽然我降咗防啫，但系冇咁多噶，应该。哇，你睇下104，系真唔系啊？换一换先，我加得美丽花同埋幸福蛋。
OK。哇，即系咁好咁好降嘅咩？招咬咬我超多。好，我哋用新掌屈佢机啦，唯有。储存能量，顶加防加特攻，玩呢咩嘢同我？喷出，哇，扣得一咋？会唔会太废啊？巨幅提高，跟住我哋梗系用超高吸收啦，系嘛？四廿一嗌到喎，四廿一好过冇。我哋伸多掌一下啦，巨幅提高 ，OK 四十点啦，吸佢六十啦，系嘛？五十一，啲数值真系好奇怪，吸死佢，靓波啊！搞掂啦，好在有只特盾喺度顶一顶啫，喺度生蛋流，屈死对面只，屈死对面只乜鬼嘢啊？嗰只臭泥，嗰只烂泥，哦，依烂泥扶唔上病，搞掂你啦！做咩啊？咩副本啊？伊贝的宝藏，黑伊贝开放系咩啊？需要玩家連續挑戰多個訓練，激到對方越多獎勵越多，每一回合數嘅獎限制喎，18點至6點，應該有啲難搞啊！火箭底迅速逃離，玩啲咩噶？減少受到攻擊，出戰陣容，冇打，好就得。OK， 跟住我哋同阿筆交談要32咧，话阿筆，阿筆要32咧啊，咁点搞啊？睇下先，如果你要卅咧，咁即系话要升咧啦，而家升咧，升咧边度啊？日常呢个好似。哇，冇咩经验攞嘅啫，得100啫最多。我先，我而家系咪死咗啲虫？我先去回血先啦，不如。好，32咧，即系话我仲要升多3咧，哎又断，升多3咧之后先至可以继续，继续嗰呢个咩阿笔嘅剧情啊嘛。32，头先嗰度好似都冇咩升咧嘅手段咯，应该都系扫荡啦，系嘛？呢几日都要，即系都系扫荡啦。可能扫到卅咧或者卅一咧就会有任务做嘛。之前上一次打道馆都系第一个道馆嘅时候咧，都系去到25咧，跟住有个900经验嘅任务俾我做。跟住一做完咧，即刻疯狂升咧，非常好。好 ，OK， 精灵中心护士 ，OK。咁样的话咧，呢啲有冇经验啊？呢啲都冇经验喎。啊，呢啲冇经验。跟住任务随便逛逛关爱老人。咦，系咪呢啲啊？啊，呢啲先系。我睇错日常，呢个先系。啊，都得50经噶。啊，呢啲300经喎。喂，呢个900波波的红啊，呢个系啊，呢个咁我哋即刻去做呢个900经嘅，咁啊为咗快速升咧，呢啲就即刻做咗佢啦。好似系系啊呢个，咁呢度好低 B， 喂唔系搵佢，红狼喺边啊？呢个，呢个就咁周围行，跟住问嘢咧就可以攞到900经，何乐而不为？32咧，不过我谂都要一段时间，即系要扫荡两次，扫荡两次应该差唔多。讲紧两次嘅次数系十零次为之一次啦，系啦。好，系咩啊？呢个与波波交谈，又下班翻去。好 ，OK。嘟，星星系统。OK， 有牌啦，星星系统。这个好像都有任务做的。
好啦，跟住又同咩初次先生交谈，呢、這个做咗未啊？总之呢个人口袋决赛者，呢、這个咩路人王啊？系咪呢个我都唔知道。嘟嘟嘟嘟嘟，月卡，哦，兑换唔使兑换啦，好。与列咗交谈，列咗同波波，咕咕叽叽，咕咕叽叽，咕咕叽叽，好，佢对波波有好感，隔岸隔住个隔住条村都知都对佢有好感，对住陌生嘅虫，系啦，陌生嘅精灵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啦，波波又喺度啦。好，跟住又要行翻翻去，行十几转。好，噔噔噔噔噔，谷歌助手有咩用啊？唔知有咩用。好，外兽先系捉第一形态的吗？应该系啦，系嘛？你唔会俾人捉第三形态啊？第三形态咁劲。好，搞掂，我攞九百经啦。地区神兽，神闪光来袭，我就呢只地区神兽系啲咩？哦，唔知道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再睇下啲咩任务做啦。支线呢啲三百呢个咯，与慈祥的老奶奶交谈。做晒呢啲任务应该都几多惊吓噶啦，我谂争几多而家？哦，争好少啫，而家六百几，即系仲争32咧，我谂争多1600到啦，系咯，1200或者1600左右应该就搞掂。我呢度做咩啊？帮我捉只蛋蛋，我有啊，应该吓、啊，我又冇蛋蛋咩？几时冇蛋冇蛋蛋哦？捉嚟尼多蓝喎，咁多嘢搞嘅佢，哇！又尼多蓝又蛋蛋，真系好多嘢想要喎。睇下仲有冇咩先？杞人忧天，杞人忧天呢个都系啊，呢个都系三百经。咁嗰个捉虫任我之后自己再搞咯，因为捉虫任呢比较麻烦，捉虫任有啲麻烦啊。咦，去边啊？哇，去好远喎，应该去呢度啊！唔好轻啊，冇事应该啊，冇事。杞人忧天的半子，嗯，捕捉穿山鼠，我有啊，穿山鼠啊，好似吓、啊、又冇，又系捉重任喎、啊，咁唔紧要啦，我之后再捉啦，咁扫荡完先，嗯。我喺度扫荡一下啦，咁我直接扫最大呢个啦，系咯呢个都冇乜所谓，扫荡 ，OK， 跟住再扫埋呢个，哇，顶一个精灵箱都冇，一个进阶收藏都冇，咁、這、呢个呢、這个都有一个都有两个都好，再扫呢、這个，扫埋呢个。又唔够咩？扫荡，我突然间揿错掣挑战添，唔紧要啊，走，我唔想同你打，打一场咁麻烦，有得扫梗系扫啦，逃跑，扫荡，再扫 ，OK， 扫完啦咁就，跟住仲差几多啊？哇，升咗200几，都 OK 嘅，200几，慢慢升咯，背包。啲碎片我哋攞水药鱼啦，好一件开启，哇蛋蛋啊唔系咩幸运蛋，咁水药鱼够唔够啊？上次35争15个 ，OK 好快啫，15个好快啫，跟住仲冇嘢抽啊，冇嘢抽啊，冇嘢送咩今日？系喎冇嘢送咯，活动中心系咩活动？等级礼包。我识都唔系送咩啊，唔系送呢个抽嘢，咁所以就冇乜特别。
好，咁啊，今次嚟到呢度先啦，呢个冒险兄，我哋下次继续去开剧情，咁因为要32咧先得，咁所以我之后先再玩，之后再自己慢慢升，系咁先，拜拜。